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女神下午茶班。我们今天邀请 Oh My God 是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。我变马来西亚。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制作费会很高的原因是，我们要上一堆猴子帮你的鼻子这边。感谢你今天带了一个可以帮我们节省节目预算的道具。你们变成了秘密。这样子，其实你鼻子就露出来了。没有选。我想问说，那你为什么之前想要在比如说一些照片上把鼻子弄掉？哦，因为原本不想要知名度这么高了。没有啦，乱七八糟。没有想到会这么红，是不是？因为一开始我破一些影片尺度太大，所以我还是会不想要露脸。但后来发现说，那这是我一部分，你们自己爱看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就是你在网上的形象就是一个单亲爸爸。那就是对于这样的形象呢，你有没有困扰？原本觉得困扰的点应该就是很难再进入下一段婚姻，因为毕竟要接纳小孩呀，接纳家人。后来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因为大家认识就是认识我的人，所以我不会特别介意在自己的感情上的认同。因为我现在不会特别去定义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几乎都有经历到过。因为比如说二十岁以前，我比较倾向无性恋，我可能男生女生都没有特别的感觉。然后二十岁之后才发现，哎，我自己有喜欢第一个女生啊，有开始跟我交往。最近呢，开始有接触男生这样子，哎，也发现自己其实可以。所以你在二十岁之前是对男女性别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对。所以你就是累积了二十年，然后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爆发了。累积二十年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应该有点类似像是没有发育的那个感觉。二十岁发育了吧？二十岁发育了没错，但是我觉得心智可能不一定发育的，就是有些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谈恋爱，但是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有任何那一种感觉，有触动的感觉。嗯，那你以前二十岁还是马来很吵，那时候就真的就是对性真的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可能顶多回去考考，但是我考考也没有什么想象什么的，这样考考好像在吃瓜子。那二十岁的之后呢？是要了什么契机？契机是上大学之后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自己觉得很漂亮的女生，就开始有一点心动啊。所以就是在二十岁以前遇到的女生都不够漂亮。没有啦，二十岁以前应该说那个怦然感，二十岁开始才突然开始有。可是二十岁通常就是那种怦然感会下降哎、欸，怎么二十？真的假的？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换狗了。哎，那下一任怎么认识？下一任就比较刺激一点，就是在约炮社团上面认识，大家都会进去抛文说，哎，有什么什么男生怎样的女，说男生身材多好啊，女生怎样啊？所以你那时候有上去甄选？因为他也有说，哎，看感觉聊聊，有的会直接说要几公分，所以还有一个标准尺，对不对？可能那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。那比如说有些人应征的他的标准比较高，你会想要去？比如说他可能想说我想二十，二十就不会啦，二十就算了，因为通常他的数字我都超过，所以我 OK。你只要做不起。所以你们约炮认识，然后就相处，对，就在一起，还是约了觉得很合，然后就在一起？我觉得那时候有点像互相晕船。那时候有遇到什么暴风雨吗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暴风，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因为约炮认识，你会不会也去约别人，就会有不安全感，就是一天到晚都被猜疑。哦，所以是互相猜疑。他猜我居多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很介意，会怀疑，然后那个久而起疑心的部分就会很反感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半装的话，你也会有兴趣吗？应该是说没有，真的没事。我觉得一样，就是要看整体相处的感觉。那整体大家都看哪个部位？部位吗？部分讲错了。比如说外貌，我们先撇开的话，你会看什么地方？外貌顺眼就应该指数啊之类的。我其实真的觉得是，真的是要内在，就是一些相处上的细节，比如说这个人会不会很龟毛，一定要弄得多干净啊，或者说一定要怎样带小孩啊什么之类的这种。哦，所以如果小孩的教养有冲突，你也会哦，小孩教养很重要哎。那我不能就放养给你们，就说没关系，你就是决定就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因为我妈已经有一套带小孩的标准，我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处于放任状态，所以如果另外一个是跟我一样放任，我觉得还好像也不错。好，那然后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小游戏，就是可以把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不用啊，你这样自己的样子就很棒。认真吗？我觉得你眼神在飘移。没有，
现在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娱乐时间，就是荒耀来帮我挑选他心目中的喜欢的类型的一些外貌的装扮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假发跟服装跟鞋子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一个部分，就是头发的部分。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种类型的？是这三种。对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四顶。哦，我刚刚要注视到别的地方。其他手机照片不要乱看，我的隐私权。那就是这一顶吗？真的啊。所以你喜欢中长发还是？我现在比较偏短发控，但有一阵子喜欢长发，我很捉摸不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好，那我们好棒啊！来听我不用叫换装，太棒了。衣服应该有三件，看你喜欢哪个类型。好像也是这个哎，真的就是不能换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又多衣服。没有啊，因为中间这个很像。好像孕妇装啊，然后你喜欢素素的，对，我喜欢素色一点，真的证明就是没有变。今天游戏就到这里，好难进行下去哦。对你喜欢的类型真的是干净，干净就是舒服，好相处，然后因为我其实喜欢干净，然后好相处。那今天就是刚好我也不用换装，所以我真的是你心中完美情人吗？对啊。你这个人要什么？我反正就把我带回家吧。拜拜，我们要去开房间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们感谢荒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荒的话，记得上网 Google 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